喜欢玩潜行游戏的玩家们一定有玩过 Metal Gear Solid 潜龙谍影吧。今天要介绍这款手机游戏 Volume 呢，看起来就跟 MGS 一代里面的 VR Mission 有一点像哦。哎，你怎么可以说人家抄袭呢？这叫做致敬啦。而且呢，制作团队他还加上了更多困难的要素哦。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呢？看下去就知道咯。讲到潜行游戏，就不得不提潜龙谍影系列作品啦。有玩过一代的玩家们应该对 2D 俯视角潜行的玩法都十分赞赏吧。今天要介绍这款 Volume 就是以类似的方式进行游玩，关卡的设计风格非常类似潜龙谍影的 VR 任务模式。除了不被敌人发现之外，制作团队更强调误导敌人和绕路的重要性，在难度上十分硬派。本作允许玩家对关卡做调整，玩家们可以根据喜好将关卡客制化，并传上网和其他玩家们分享，让其他玩家来挑战。目前官方还未公开有关发售的消息，后续的报道请继续锁定我们电玩宅速配咯。